前任问题挑战。没有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知道你前女友的？你说哪个？我还用追她？我就只追过你。啊，意思是全世界的女的都追的你，就除了我呗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下一个问题。Later。给你前女友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？花海吧。给你前女友的，不是给我的。对，不是你啊。你要问我，我也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跟你前任和好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有什么好说？哎，你讲嘛，我听了也从中学习学习，吸取点教训嘛。啊，事情的起因是你之不明。Two hours later， 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不能这样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。那肯定不对啊，所以我敢肯定他肯定骗我了，我赶紧找这个人询问，他做这么过分的事情。陆北奥、啊，我听着呢。来，你手上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拿来给我看看，你给我看看。啊，我看到11月10号晚上6点，长城汽车抖音官方直播间有新能源汽车的双十一狂欢盛典，还能获得万元好礼和购车补贴。我就在想，咱们要不要？说到汽车，哎，或者咱们11月4号到8号去参加五大品牌的超级品牌日活动，也有机会获得万元好礼和苹果手机。咱们要不要去试试啊？好像11月1号到30号之间购车都能获得礼品。哎，那咱们待会儿去看吧。行啊。那我跟前任分手的根本原因和核心问题是什么？